什么是自由主义？因为这两个词，我相信国内这个朋友们现在大家都不陌生，尤其对自由主义不陌生。那么到底什么是自由主义？大体上可以说，这个来解，它是与洛克、霍布斯、亚当斯密、休谟、米尔，这个以及后来的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跟他们的思想的这个密切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传统。他们的基本主张大致就是，比如说关于市场，这个自由，主张自由市场、自由产权和这个自由，主张自由市场、自由产权和然后这个有限政府，以及追求这个个人自由，这个人自由。但这里说起来简单，其实这个自由主义后来就发生了一些分化。自由主义呢，其实要讨论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一种我们今天把它称之为叫古典自由，另外一种呢叫现代自由主义。那之所以这么区分，是因为这古典自由主义呢是跟17、18世纪的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密切相关，或者说主要是反映他们的一些看法，尤其是洛克、孟德斯鸠啊、亚当斯密啊，这些这个人物或者这些思想家的看法。自由市场，坚持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坚持这个国家尽量少干预，或者是小的国家、小的政府等等等等。这是这个今天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古典自由主义，那也有人把他们称之为叫市场自由主义，因为强调市场，因为这个流派强调这个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也有人把它称之为叫右翼自由主义。那另外呢，自由主义相对的这个被称之为叫现代自由主义。这现代自由主义大概从19世纪后半期这个兴起，就是跟古典自由主义相对。为什么称它为现代自由主义呢？就是他们对自由市场啊，对这个有限政府，对私有产权提出了一些质疑。比如说他们认为国家应当干预市场，而不应该让它去这个自由的交易，不受约束的。那么还有这个国家提供社会福利等等，就是说大体上是在社会经济领域主张国家干预，主张福利国家，主张大政府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思想，那么被称之为叫现代自由主义，被称为现代，就是现代自由主义的这个代表人物，像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个格林呢，当然也有人把约翰米尔划归到这个现代自由主义当中，特别是晚年。那么在20世纪当中，像这个凯恩斯主义啊，约翰罗尔斯啊，以及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所谓的主流的这个自由主义的家呢，大多其实都是现代自由主义者，都是现代自由主义人。那这个流派也被称之为叫左翼自由主义，也有人叫社会自由主义，还有人把他们称之为叫进步主义。其实大体上意思差不多，或者有交叉，就是指同样的这样的一群人，或者说这个一个流派的这个思想。大家先就是说先在哪会讨论这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就是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就他们分别都跟保守主义有一些区别，当然也有一些共同点，尤其是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有很多的这个共同之处，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大部分的区别就是保守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之间的，这两个流派之间的分歧非常大，几乎表现在方方面面。但是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只在一些问题上有区别，
有区别。待会儿我讲到的时候我会这个讨论我们具体的区别的时候我会指出来。那么这大致是这个自由主义，就自由主义你可以笼统的理解，它是强调这个自由的重要性，或者说它等运动与现代性是密切相关的一种思想传统，它以自由为核心，以自由或者以权利为核心，作为它的这个思想的主线，作为思想的主线，所以它叫自由主义。那么另外一种思想传统或者政治哲学，当然也有人把它叫，也算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另外一些保守主义，就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当然也有人把这个社会主义，还有社群主义这几种思想传统，就是列为当今世界就是影响最大的这几个思想流派，但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可能了解比较多，还有这个社群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那么什么是保守主义呢？保守主义其实在起源上被认为要比自由主义要晚。通常大家认为保守主义的鼻祖就是爱德蒙·伯克。伯克生活在这个十八世纪，说伯克他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思想家，他最著名的这个表现就是反对法国大革命，反思路，被认为是开创了保守主义传统，被认为开创保守主义传统。那他主要的就是反对这个激进的变革，捍卫这个传统的重要性等等，当然还有很多，待会儿我们会具体的说到他们的一些更细的一些主张，是吧？那保守主义这个在波克之后，同时代的人，比如美国的一些国父们，就可以说是典型的保守主义者，特别是这个联邦党人，像汉密尔顿、亚当斯，但也有人认为这个麦迪逊也算是一个，但是杰斐逊通常不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因为他对法国大革命这个持一种赞成或者说一种积极的这个评价。但是汉密尔顿、亚当斯都算是保守主义者。世纪的一些人物，还有比如托克维尔。托克维尔也有人把他称之为叫保守，有人认为他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也有人把他称之为叫保守主义者。大家还有主义，这个学界还经常用一个词叫保守自由主义者，或者自由保守主义者，是吧 ？Conservative 这个 liberal 或者 liberal conservative， 海耶克也经常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两种说法，我觉得都有道理，是吧？比如你说托克维尔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或者是一个自由的保守主义者，意思大体是一致的。那之所以这么讲，之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个自由的保守主义者，那就是说在保守主义阵营里面还有一些不自由的，还有一些反自由的保守主义者，是吧？比如说也有人把黑格尔列为保守主义者，但他的保守主义是反自由的。还有这个法国的麦斯特，是吧？麦斯特呢，有人认为他一半反对自由，是吧？这个，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保守主义者，被认为是这个反自由的，不是捍卫自由，不是保守自由的。但是后来这个像美国的一些理论家，白彼得啊，还有这个拉塞尔·克克。他的书《这个美国秩序的根基》被翻译成中文，他是美国很有影响的20世纪可以说最有影响的保守主义者之一。还有这跟他这个齐名的这个 Crystal 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保守主义者。还有个社会学家叫 Robert Nisbet，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保守主义者。另外还包括施特劳斯以及他的弟子们，很多人也被认为是保守主义者，及他的有名的弟子像 Harry Jaffa， 还有这个 Harvey Mansfield， 哈佛大学的这个政治学的教授，这些人也通常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一些这个代表人物。但保守主义这个思想传统大致来讲，就是它是强调
这个保守过去的传统习俗惯例等对这个激进的变革，反正激进的变革，但你可以说他保守自由，保守对自由有利的这些东西，然后反对激进的突然的这种变革，甚至或者全方位的这种变革，全方位的变革。但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你看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其他主义，从他那个词本身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一些基本主张或者核心的理念讲出来。所以也有很多人认为保守主义没法定义，很难定义，它是一种，因为它保守什么你没有说清楚，是吧？所以有很多人这个也因此对保守主义呢不理解，甚至是反对，或者是国内很多的人把保守主义这个等同就是反对改革什么之类的，这都是错误的，这就是不理解保守主义。它是一个思想传统，它是一个思想传统，它有着非常这个丰富的理论资源。待会儿我会讨论他的一些基本主张，再说他和这个自由主义之间的这个分歧的时候。可是大致来讲，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传统，一种是自由主义，一种是保守主义的。那么在当今世界，特别是英美这些国家，这是两股强大的这个力量。特别是以我们美国为例，大致上可以说共和党是保守主义的，而这个民主党呢是自由主义的。当然这个自由主义呢现代自由主义，主要是现代自由主义，他们不支持古典自由主义，支持古典自由主义的主要是一些什么独立党啊，或者叫 Libertarian Party， 这个自由至上主义者，自由至上主义者，至上主义者。自由至上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有一些共同点，也有这个区别。今天不一定有时间展开来说这么细致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个 Liberalism 这个词后来就发生了。在二十世纪之后，所以美国的一些学者就放弃了 liberalism 这个词，而改用 libertarianism， 改用这个自由至上主义。在很多这个 libertarianism 他们说的这个词的意思呢，或者他们的主张和古典自由主义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另外一些人可能也不一样，他们把自由走得更远。但这个是后话，我们不说的。那么下边呢，我就主要来讨论一下这两种思想传统的或者政治哲学的分歧主要是什么。就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我总结了大概有十几条，可能有更多。我觉得这十几个分歧是比较重要的，在我看来。第一个分歧就是，是否承认存在着一种超验的客观的道德秩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保守主义呢是认为这个存在着一个超验的客观的这种道德秩序，就是人世间的秩序必须以这个秩序为基础，或者是说必须受制于这种超验的道德秩序，尤其是来源于传统的这种超验秩序，必须在这个秩序之下，他建立一个人世间的秩序，或者建立一个世俗的秩序，建立一个世俗的秩序，他离不开这样的一个秩序，或者说这个世俗的秩序的源头，它的根基就在于这个犹太基督教这个秩序当中，就在于这个超验的这种客观的道德秩序当中，道德或者这种永恒的这个道德秩序当中，他以这个圣经啊，特别是旧约作为它的这个基础来衍生出来的这种传统，衍生出来的传统，它强调人世间的法律应该服从上帝的律法，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讲，它就是上帝的律法在人世间的这种反应，在人世间的反应。它承认这种客观的正义准则，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的正义准则，它适用于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时候、所有的时代、所有的时代。就离开这些，我们人类就无法判断一个行为是对还是错的，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
比如像摩西十诫这样的东西，是吧？像那不能杀人呢、不能盗窃啊，不能抢劫啊等等。那么这就是一些根本的这种律法。这个一个具体社会当中所制定的这些法律，要以这个为基础，要受制于这些根本的律法，这些根本的原则，而不是与它抵触，而不是与它相反，所以他承认宗教的这个重要性在一个社会当中。他认为人是信仰的动物，而不是一个纯粹理性的动物。就人离不开信仰，信仰其实是人的常态，没有信仰才是奇怪的。我记得托克尔还他说，人要是没有信仰的话，这是一种异类。正常的人应该有信仰的。当然你会看到，如果一个地方打击宗教，没有宗教自由的话，可能那里无神论的盛行。但其实人们头脑里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信仰。人不可能是没有信仰的。去比如说信仰某种这个有建制的这种宗教啊，这个受到打压，但这是另外一回事。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人是应该有自己的信仰的，人是会天生的是一种这个宗教或者有信仰的动物，可以这么说。但是自由主义呢，就与此相反。自由主义大多不承认存在着这样的一种超然的客观的道德秩序。出轨者，比如18世纪甚至19世纪早期的，他们承认这样的一种超然的客观的道德秩序，承认宗教在社会当中的重要性，在构建社会秩序以及构建这个道德生活当中的重要性。但很多现代的自由主义者都是不承认这一点的。他们都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无神论者或者反对，但即使是信仰上帝，但也不认为人世间的社会秩序应该按照这种超验的这个永恒的这个天国秩序来构建。他们不认为这些东西跟构建一个世俗的这个政治社会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一个世俗的这个政治共同体应当建立在这种超然的道德秩序之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歧。这个因为这样的一个分歧，就导致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很多涉及到宗教或者跟宗教有关、跟信仰有关的社会问题上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也会讲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同性恋的、同性婚姻呢、堕胎啊等等之类的，在某种程度上讲都跟这个有关系。或者可以说是因为这种分歧而派生出来的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是第一个分歧。第二个分歧，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在于他们的人性观有差别。也就或者换句话说，是否承认人是有罪的，人性是不可改变的。人性不可改变的，这是一个人性观上的差别。那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说，几乎所有的保守主义者都认为人有原罪，是吧？但这个同样是来自于犹太基督教传统，或者非常大，跟他密切相关。他认为人是不完美的，所以呢，人创建的东西也都是不完美的，人设计的制度啊、政体啊也都是不完美的，都是有缺陷的，并且他认为人性是不会发生改变的，或者大体上是不会发生改变的，这就跟这个自由主义者的。或者说很多现代自由主义者之间有分歧，很多自由主义认为呢，人就是虽然一些人也认为人，比如说人不完美，或者说人有缺陷，但他们不是压倒性的承认这个原则的重要性，或者承认这个，或者说设计各种制度安排的时候要从人有罪这一点出发。人有
罪，从人是不完美，人是有缺陷，人会犯错误这样的一个前提出发，甚至隐含着人性善这样的一些观念，并且很多自由主义者认为人性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是可以塑造人性，或者是说人性慢慢的可以变好。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改造人性，甚至，但对保守主义者来说呢，人性是不变，人性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人依然是如此，人性当中这个糟糕的部分依然存在，而且恒久不变，所以呢，保守主义从这种人性观出发呢，就是设计任何制度的时候都要努力的尽量的去限制这个权利，要从这样的一个原则，或者说要确立这样的一个原则，要尽量去限制人有权利的人，限制当权者，因为人不完美，因为人会犯错误，是吧？特别就像这个麦迪逊在《联邦达尔文集》第51篇当中强调的一样，他说如果人是天使，我们将不需要政府，是吧？如果政府当中的人是天使的话，我们不需要对政府进行内外的限制。所以美国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这种实行双重分权制衡的这种制度安排，就不仅设立三权分立，还设计联邦主义，不仅有横向的这个分权制衡，还要有纵向的分权制衡，那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这国父们对于人性的这种看法，这种比较悲观的看法，就认为人性是有缺陷的，有罪的，会犯错误，特别是有权利就更容易滥用权利等等，所以他们对政府，是这个时刻处于一种警惕的这种态度。一方面呢，认为政府是不可或缺的，毫无疑问；但另外一方面，认为政府不过是一个必要的恶，要时刻限制政府，要尽量的这个减少政府的权力。而自由主义者则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政府可以干很多善事，不仅要让政府阻止坏事，而且还让他做好事。比如说，你让政府提供福利，保守主义者就会说，你让政府提供福利，这会就带来很大的这种道德风险，是吧？大量的人，比如说因此而造假，这个为了吃到福利或者吃到更多的福利，这种懒惰的精神等等，那么。这个，所以自由主义者对政府有更多的这种信心，更多的信任，而保守主义者和古典自由主义者都是相反，他们对政府，没有这样大的信心，没有这种信任。这是第二个区别。第三个区别就是如何看待这个秩序和自由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不是承认这其实有序的自由是秩序下的自由，是 order 的 liberty。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讲呢，他们始终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追求的自由仅仅是秩序下的自由，仅仅是有序的自由，是 order 的 liberty。就自由必须受制于秩序，没有秩序的话，自由就是为所欲为，就是放肆。这个像拉塞尔科尔克明确的这个提出来，他说秩序是第一位的，自由次之，就必须得先确保有秩序之后，然自由才能够不蜕变成放肆行为，不蜕变成为所欲为。他甚至主张任何秩序都比没有秩序要强，都比无政府主义要强，集权秩序，也就是说一个集权统治的社会都比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要好。因为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当中，任何人都可以干任何事，是吧？一个人随时可能打死另外一个人，随时可以抢劫另外一个人的财产。但是在一个集权秩序下，在一个集权社会当中，人可能还有大部分人还有起码的这个安全，多少自由，但是你还是有安全，这政府就还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这种安全，因为否则的话它很难存在，一定会陷入这种混乱状态。
们写的如何等等的，这个可能跟很多流行的很多人的这个看法不一样。就是呢，很多人可能特别是这个在极权社会当中生活了久的人，大家就因为非常厌恶这种秩序，非常就是说没有政府也比他好，但是在克赫看来也是错误的，因为大家没有经历过就是无政府主义到底是什么，没有政府的状况下这个是怎么样的一种处境。如果你经历过的话，然后接着他在书当中这个讲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在前苏联生活的一个人，原先这个沙俄时代的这个政府很糟糕，后来呢就革命了，那里结果突然出现了这个无政府主义的真空中，结果是什么人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然后每个人每天都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随时可能被人杀死。所以呢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无政府主义那是最糟糕的，还不如极权秩序，是吧？虽然极权秩序也很糟糕，但是无政府主义更糟糕，无政府主义更糟糕。这可能很多反对这样的一种看法，特别是像自由主义里边还衍生出来一种叫无政府资本主义，这个流派就特别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罗斯巴德为代表，他们就坚决主张就无政府主义，只要适应资本主义，不需要根本不需要政府，就是说这个就政府能做的事情呢，这个个人或者说其他的组织都可以完成，根本不需要政府就足够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分歧是很大的，说甚至很多其他的很多的这个非无政府主义的这些自由主义者也通常都认为自由是核心，自由是第一价值，是最重要，自由优先于其他的所有的这个价值。但是保守主义者不这么认为，很多保守主义者不这么认为，至少认为秩序和自由之间必须是一种平衡的关系，甚至认为自由必须受制于秩序，受制于规则，受制于法律，否则的话那就是无法无天，就是为所欲为，就是为所欲为。好，这是第三个区别。第四个区别就是从这个是不是承认一个社会当中各种不同权威的重要性。那么保守主义者呢，承认在一个社会当中除了权威的必要性之外，还承认各种各样其他的这种权威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像父母对孩子的权威，还有教会的权威，教师的权威，就是老师和学生之间教师的权威，还有这个比如说作坊里边师傅和徒弟之间师傅的权威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外的这种权威对这个社会的秩序的维系，对于防止政府权威的这个弥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起着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对保守主义者来讲，他们不仅认为这种权威是必要的，甚至认为它是这个它和这个政府的权威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构成了对政府权威的一种约束。保守主义者认为权威才是保守主义的核心的价值，核心的价值，认为它最重要，认为它最重要。那么自由主义者呢就不这么认为，或者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反对这种除了政府权威之外的这些权威，他认为这些造成这个不平等啊，这个压迫呀什么之类的，就凭什么父母有权利管孩子，有权利要求孩子干什么，凭什么这个教会可以管着这些教徒，或者教会的牧师可以这个让教会的这个成员们来服从自己或者接受自己的这个理念等等，是吧？为什么学生要听老师的，是吧？你如果了解上世纪六八年那个学生什么造反的话，东西都是糟糕的，都是历史遗留的，都是中世纪的东西，是吧？甚至像中国人都会认为这是封建的东西，是落后的东西。是在保守主义看来，这些东西是非常必要的，这些权威。没有这些权威的话，那就是政府就无所不在，
政府的权威，政府就会，如果没有父母对孩子的权威，那就会沦落为政府对孩子的权威。孩子的教育不是由父母来掌管，而是由这个政府来掌管，孩子变成了国家的孩子，而不是父母的孩子，等等等等。这是这个第四个区别。那么第五个区别就在于他们是不是承认传统习俗惯例等等对维系自由的重要性。保守主义者认为自由离不开传统习俗惯例这些东西，并且努力捍卫这些东西的重要价值。特别这一点在这个英国历史上特别的明显。比如说你像英国这个法律里面就强调遵循先例的原则，普通法里面是吧。那为什么一个几百年前的先例能够制约着今天的判决？他们就是对于这种古老的东西，他们英国人喜欢他们的法律，他们不是因为它好，而是因为它老，是吧？他们认为这个自由就是在这种传统当中，在这种习俗当中，在这种惯例当中被得以维系和成长起来的和生发的，离开了这些东西的话没有自由可言。但是自由主义者就认为这些东西都约束了自由，限制了自由，认为这些东西都应该打破，都应该这个被割除，都应该被割除。在这看来，只要这种传统习俗或惯例不是自由的敌人，那么这些下去被维系下去，除非他们是自由的敌人，他们制约自由，他们阻碍自由，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放弃。但是他们对待传统习俗惯例的态度，并不是说所有的传统习俗惯例都要坚守，不是如此。当然也可能在一个时代，那些传统习俗惯例被认为对自由不利的那些东西可能也在坚持，但是保守主义者认为这些东西到了还没到应该摒弃的这个时候，到了应该摒弃的时候，时机成熟了，这些东西他们会放弃，会摒弃。他们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会发挥着他们必要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可能就处于真空状态，人们就可能只能受制于那种所谓正式的制度安排，就是法律。而这些东西对于一定程度上防止利的这个在社会当中的这个影响，可以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当中没有了传统习俗惯例这些东西，我们完全受制于法律，完全受制于法律。所以这也是这个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一个区别，就对待传统习俗惯例他们的这个态度。这个态度。第六个区别是对待变革的态度，对变革的态度不同。那保守主义者对待变革呢，是采取一种非常审慎的态度。他们认为只应该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变革，你不绝不能为了变革而变革，变的东西，而不是是吧？如果变革的目的是推翻所有的都旧的东西的话，那就不是变革。是吧？那就不是变革，那就是革命，那是革命。保守主义者反对激进的变革，反对革命，反对革命。当然，这里要注意啊，这个反对革命，指的是比如反对法国大革命似的，或者俄国革命，或者中国1949年革命这种类型的革命，就是要推翻一切，是吧？像法国大革命，建立一个新的法国，这我们中国人听着会很熟悉的，是吧？因为我们49年之后要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是吧？比如要废除六法全书，把所有的这国民党时期的法律全部废掉，那这是一个极其激进的变革。保守主义者反对这种激进的变革，反对这种激进的变革。美国独立，美国革命，如果美国革命也是一场革命的话，那保守主义者不反对的，不反对这个。像这个博客，他其实是支持殖民地的人的这个事业。保守主义者认为这个社会呢是一个有机体，它是逐步成长嘛，你不能进行突然的变化，
比如一个树在成长过程当中，你突然给它拔高很多，它可能就会死掉，或者你突然把它所有的树枝都给它砍光，或给它安上一些新的树枝，它这个树可能要死。他反对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变革，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慢慢的这个成长的一个过程。说像普通法的这些法律家们历史上认为法律也是如此，法律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智慧它不是一个人一代人这个炮制出来的，或者是这个什么关起门来制定的让其他人遵守，它是成长的，它是成长的。所以这个普通法的法律家们在18世纪之前，都认为这个法律呢，它不是制定的，而是发现的，它是 discovered， 不是 made。这个有很重要的这个意义性。但是大陆法系的人就认为法律呢是制定的产物，是这个特别是法律家是吧，法学家，关起门来炮制的这个产物，那个概念体系非常完整。那对于普通法的法律家来说，这不是法律，法律是一个在社会当中慢慢成长的无数代人之间的交往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经验等等之类的一个结晶。虽然大陆法系的这个人认为他们继承了罗马法，但其实罗马法在罗马时代，罗马人可不这么看待法律。像西塞罗啊，这些人认为法律就是无数代人智慧的结晶，根本不是什么一些人制定的。那这个是说来话长，都不展开来讲。但是保守主义者并不一概的反对变革，他们认为这个必要的变革还是要进行的，但变革呢，只是为了更好的延续历史，延续传统。他们也并不反对推翻暴君，如果一种政体让人忍无可忍的话，他们认为推翻是可以的，但这绝不意味着说应该把整个社会过去的历史传统通通一笔勾销，进行整个社会的变革，全面的社会革命。这一点他们是反对的，或者非常警惕的。人也不反对这个变革，刚才我已经提到他支持这个美国殖民地的这个独立事业是吧，跟英国之间极力捍卫美国的这个殖民地人的这个权利，殖民地人的利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但很多这个现代自由主义者，他们在对这个变革呢没有这样一种审慎的态度。他们认为凡是阻止了人们自由的都应当革新点，都应当改变点，没有必要去固守传统，没有必要去守这个习俗或者惯例，只要对人的自由对人的权利不利，通通应当革新，应当变革，应当改变。非常激进的这种变革，可能就是这婚姻的这种变化，从婚姻被认为是同性，是这个异性之间到同性之间，可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巨大的一个变化。第七个区别就是在这个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特别是和现代自由主义之间，对待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的态度不一样。保守主义者以及古典自由主义者都认为私有产权对于一个文明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他们这个反对各种各样的侵犯私有产权的这种政策呀、制度安排呀，反对国家干预，反对再分配，反对福利社会等等。在这一点上，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者是没有区别的。但是现在市场就有很多的批判，他人们比如说很多现在自由主义认为私有产权只对富人有利，对穷人没什么利，是吧？他们认为应该通过累进税剥夺富人的财产，也反对自由市场，主张国家干预，是吧？这是有很这是经济领域有非常明显的这种区别，在保守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者之间，在古典自由主义者和现代自由主义者之间。第八个区别是在对待平等的态度不一样。保守主义者和古典自由主义者呢，大多只赞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反对其他的这种平等诉求，反对其他的，特别是反对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比如说经济平等，是吧，财富平等，还有这种社会地位的平等或者社会角色的平等，特别男女之间社会角色的平等，人为什么不能干什么，为什么他们不一样。这个保守主义者认为呢，这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正常的，是应该保留的，在男性和包括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别，包括一个社会之间因为财富、因为教育等等因素而带来的这种所谓的阶层甚至或者阶级的差别，这些都应该被保留。这些东西对于社会、对于整个社会的这个健康、对于整个社会的这个秩序的维系是非常必要的，是至关重要的，不应该消除这些东西。但现在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应该消除所有不利于平等的因素，是吧，应该消除所有不利于平等的因素，包括因为财富、因为受教育等等而带来的这种差别都应该被因为性这种差别都应该被消灭的。在平等的态度是非常不一样的。第九个差别是在对待家庭，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中间组织或者民间组织或者 NGO 等等，NGO 这个词可能有的地方不是，对待这中间态，这种中间组织的态度不一样。这种中间组织比如包括教会啊、行会啊、社区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自治性的组织。对保守主义者来说，家庭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细胞，是道德培育的一个最重要的场所。一定要尊重政府，一定要尊重或者政治功能体，一定要尊重家庭的这个独立和自治。教育孩子的选择权利在家庭手里，也不是在政府手里，不是在政府里。各种各样的中间性的组织，比如说教会啊、行会啊。社区各种自治性的组织对于抵御国家的这个起草的非常非常的关键，非常非常关键。但是对于自由主义者，特别是现代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个家庭啊、其他的组织啊，那都应该服从国家，或者是这个服从国家的统治、服从国家的法律，他们的这个独立或者自治的地位不应该被看得那么重要，不应该被看得那么重要。如果这个父母不能教育好孩子的话，那必须得有国家来教育，或者是他们甚至认为天然的认为这个国家比这个父母更关心这个孩子，更关心他。这也是为什么公立兴起，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后，是你在家教育都不可以，在很多人看了，是吧？他们认为这个国家比这个父母更了解这个孩子的利益和他的诉求和他的未来等等，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就保守主义者非常看重家庭的重要性，非常看重这，你没离开了家庭的话，就是这个孩子的教育、孩子的这个道德培养等等，都无法得到很好的这个解决，都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单位。第十个区别，在于他们对待就多元化。保守主义者是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就 multiculturalism。保守主义者承认文化之间有差别，而且有优劣之分，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保守主义还由此强调这种文化认同和这个族群认同或者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国家认同。而自由主义者大多，特别是现代自由主义者，倡导多元文化主义，认为各种文化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差别，没有优劣，应该平起平坐。为什么要固守这种犹太基督教文化，而不应该这个接受其他文化？为什么其他文化不应该跟犹太基督教文化在一个社会当中平起平坐？等等
等等。而由此呢，他们也反对这种这个，就是对一个国家来讲，这种文化认同或者说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强调这种身份政治，每一个人或者一个小的群体他们之间的身份，他们之间的文化，而反对在一个社会当中形成一种主流的可以维系整个社会秩序的这种文化传统，或者说反对一种某一种文化作为它的占优势地位的，或者是占这个支配地位的这种文化，这是一个在当今社会当中这个分歧比较大的一个内容，一个方面，就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第十一个，在于他们对待生命、婚姻等问题的态度不一样。这个我们可以说也是从前面一些可以延伸出来，对待宗教的这个态度啊等等，可以延伸出来的，就是对生命、婚姻这些问题的态度不一样。保守主义者是努力的、极力的捍卫生命权，认为哪怕有没出生的胎儿，他也有生命。他有生命，坚决反对堕胎，认为生命是一个内在具有内在价值的这种就是这种善，而不是一个工具性的东西，是吧？具有根本价值，具有根本重要性，反对，所以他们反对堕胎，捍卫这种传统的婚姻观，反对同性婚姻，就是捍卫这种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反对同性婚姻。那么自由主义这个就是自由选择高于一切，每一个人特别是这些成年人的自由选择高于一切，同意高于一切，只要双方是同意的，只要两个人都同意，你管他是异性还是同意，这个不仅包括就是这个现代自由主义，一些古典自由，一些自由至上主义者也持有这样一种看法，就是认为双方之间的同意，或者两个人之间的同意，甚至几个人之间的同意，高于所有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这个就高于他，或者是让他受制于，是吧？只要两个人同意了，那就可以结婚，是吧？那但三个人同意可不可以？是吧？这个问题也许还没有提上日程，但有一个主义者就会主张，如果三个人同意也可以结婚，四个人同意也可以，等等，是吧？总而言之，他们把同意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但是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讲，同意是绝不是最高的，一个是道德，一个社会的传统，一个社会的这个秩序，比同意还要重要。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这个社会就会解体，秩序就会瓦解，就会变成混乱，就会变成无政府状态等等，最后就是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自由和权利也都得不到。所以他们绝不认为同意是一个最高的准则，而认为在同意之上还有更高的东西来，更高的价值来限制它，来制约这个同意。所以由此呢，因为这种原则性的这种分歧，就导致这在很多时候对待堕胎的问题上，对待同性婚姻的问题上，那么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有着几乎是不可调和的这种分歧。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比如尤其在美国，这几乎是撕裂整个社会的这种分歧，看得如此之重要。那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非常不一样，原则非常不一样。对保守主义者来说呢，比如像这个同性婚姻这样的难题，那一方面当然因为有宗教的因素，犹太基督教传统强调这个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间的这种结合。那其次呢，因为他们对这个家庭的这个看重，对家庭这个教育的这种看重，导致这个在他们看来是不应当被这个被挑战，不应当被废除，不应当被放弃，是吧？
这个很有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这种道德这个堕落，然后这个家庭崛起等等，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整个社会的秩序将会颠覆性的这种改变，颠覆性的改变。但自由主义者就认为，如果我们承认人与人之间有结婚的自由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任何的这个基于同意而产生的这种结合，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之间，不管是两个人还是几个人之间等等。虽然他们还没有，还很少有人主张这个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但其实一直这种提议，这种论调一直但是有可能，如果按照这样的一种方式延续下去的话，这可能是一个早晚有一天会到来的这个事情，是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保守主义者是和自由主义者有着巨大的分歧，可以说。最后一点分歧，就是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在对待这个殖民的这个态度或者殖民主义的态度上不一样。很多的保守主义者，特别是早期的或者叫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是有条件的支持殖民主义的。无论是伯克还是托克维尔，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殖民主义的。这可以说是18世纪或者19世纪早期的这个看法。只要这种殖民主义是有利于自由，他们觉得殖民主义本身并不错误，就是它并不是内在的错误，它并不是内在的错误。但是今天大家都反对殖民主义，是吧？今天这个尤其是自由主义者，尤其是自由主义，现在自由主义者根本无法接受任何形式的这种殖民主义，是促进自由还是不促进自由，都是反对的，都是反对的。所以呢，但是今天也很少再发生这种殖民主义了，或者说有一些可能再发生的，但是一种变相的，而不是典型的那种殖民主义，而不是那典型的殖民。但是呢，保守主义者也反对这个，就是那种破坏性的殖民主义，或者说，不利于自由的殖民主义，是吧？像伯克当时在印度殖民地的这个批判。他努力弹劾，花了很长的时间想弹劾当时的这个殖民地的总督，英国的殖民地的在印度殖民地的总督，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就认为当时的这个殖民地总督非常糟糕，破坏印度的文化传统啊，做了很多的这个腐败专制的事情，坚决反对的，他在坚决反对的。但比如在英国的，在这个英国在其他地方的殖民，包括在北美的殖民，他都是赞赏态度，但是后来也支持殖民地民众的这种独立，当英国人这个不给他们代表，而且向他们征税的时候，像托克维尔支持像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这个殖民。但是现在自由主义者普遍的都是反对这个殖民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好，这个我们总结一下，可以说前面二个区别是我就是列出来，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些区别，就是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当然我们可以列得更多，是吧？可以有更细微的很多区别，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这是一个大致的区分，因为即使在保守主义内部，即使在自由主义内部，也可以分为形形色色的这种主张。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比如保守主义里面也有什么保守主义、传统保守主义，还是什么非传统保守主义、什么新保守主义等等，这个各个这些小的流派，甚至各个具体的人之间差别都很大，都不一样的，都不一样的。那自由主义也是如此。自由主义虽然大体上他们有一些共同的这个看法，就像刚才我说的保守主义的一些原则性的这个共识一样，那自由主义里边也是分有很多阵营，很多的这种流派。先不说这个，就是有现代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之分，即使是在现代自由主义者之间，这个他们的主张也有很大的区别。不都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区分呢只是一个大致的一个区分，而且
自己的一个总结，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自由主义者，每一个保守主义者，是吧？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这个小的流派。我希望大家这个心里有一个数，有一个数。其实还有很多的时候，这些理论家，不管是在保守主义阵营还是自由主义，他们就反对贴标签，因为这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个东西是一个标签，其实都是保守主义者，可能主张差别很大，都是自由主义者主张也可能有差别，是完全一样的，它只是一个标签。我们只是之所以要讨论这个东西呢，我只是希望大家大致明白这样的一个思想脉络，就是我们把某个人归结为保守主义，把另外一个人归结为自由主义，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有大致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认识，这种看法就可以了。其实具体到你还要去看他的具体的这个主张到底是什么，是吧？到底什么？有些人可能是一些主张落入到保守主义当中，另外一些主张在落入到自由主义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比如有一些，保守主义者，他们就主张政府应当干预经济，应当提供福利。他虽然他也认为自己是保，在其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甚至在政治方面，但是在社会经济方面他又偏向于自由主义者。在一些自由主义者里面也有如此，比如有一些自由主义者他在移民问题上站在保守主义这边，但是在其他主张上站在自由主义这边。所以这个不是截然这个区别，这个分歧就是不是截然的，不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我觉得大家心里要有一个数。好，这就是他们的区别。我看正好到了一个小时，要不我们进。好的，我现在这个回答一些学友提出的问题啊。就看这个上面有人留言说，功利主义是不是保守主义的延续？不是的，功利主义是一种自由主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比较激进的自由主义，特别像边沁的这个主张啊，所以它不是保守主义，它是保守主义的对立面，可以说是，所以这个完全是两回事儿。还有学友问这个为什么不同的殖民地这治理方式差别很大，这个主要是跟这个宗主国它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南北美洲几乎是同时被殖民的，北美洲被英国殖民，南美洲被这个葡萄牙西班牙殖民，但是你看这几百年四五百年之后的结果，美洲就是英国的殖民地，美国和加拿大都变成了这个自由社会，但是南美洲的这些国家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没有变成自由社会，所以这就跟这个宗主国的这个传统，特别是政治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是吧？就像英国人殖民的话，他们一般是间接统治的，就是走到哪里就把普通法带到哪里，只是在当地要确立法治，让人们这个学会这个遵守法律，按照这个法治的这个方式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公共事务等等。他们一般不直接进行统治。我们可以看英国的很多殖民地其实都是如此，允许当地的人自治，是吧？这一点在比如在北美啊，在澳大利亚这个原先提交的这个问题啊。有学友问，是不是可以讲解一下英美保守主义和欧陆保守主义的异同吗？其实自由主义就英美自由主义和欧陆自由主义的这个差别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受这个理性至上和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启蒙运动之后。所以呢，欧洲大陆的这个自由主义带有浓厚的这种理性主义色彩，理性主义色彩，特别像卢梭啊、伏尔泰这些启蒙运动的这个人物，但英美的这个自由主义呢，就带有明显的这种经验主义色彩。那对于保守主义来讲，其实欧洲大陆保守主义者比较少，比如比较典型的可以说孟德这个孟那个。
托克维尔被认为是一个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者，当然有麦斯特这样的这个人物，他麦斯特也极力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但他反对的理由可能跟其他的一些保守主义者不一样。所以保守主义我们会看到这个传统在英美它的根，比如说我们在英国和美国都会看到有保守党，是吧？但是在欧洲大陆这些国家很多地方没有，因为欧洲大陆从法国大革命之后，这种激进主义的传统，这种理性主义的传统一直占据着可以说主流地位，所以就导致欧洲大陆的这个保守主义并不发达，并不发达。这一点和英美有很大的这个区别，有很大的区别。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如何演化成后来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之间有哪些不同？这个问题说来其实也比较话。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这个词啊，就不是特别严格的。这个主要是都是二十世纪二战之后的一些这个一些用法，指的是一些运动。就新自由主义就指的是，比如说像以这个芝加哥学派呀、共选择学派呀、奥地利学派呀，就是以弗里德曼呐、哈耶克、布坎南呐等为首的这些，在二战之后推动了这个自由市场，这个自由产权等这些里面的这个。对，是相对于凯恩斯主义而言的，相对于国家干预主义而言的，他们被称作叫新自由主义。其实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重合，也有人把这股思潮去归的，因为这些人参与者也有一些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大致是相对于这个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来讲的，特别是以布什当总统的时候，他的一些政策以及他的一些幕僚们呢，还有一些这个支持他政策的一些学者们的这个主张，就是尤其可能体现在对外政策方面，包括这个伊拉克战争啊什么之类的，把他的这样的一些主张称为叫新保守主义，这都不是一些非常严格的这个俗语，不严格可以指一些非常混乱的，指一些相通的人都有可能。或者从了美国民主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发生了怎样的思想转变？这1830年法国民众变革热情高涨的关系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托克尔思想没有发生什么转变，我觉得他在这个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大革命当中坚持的看法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研究的问题不一样。老师，这个论美国的民主主要是以美国为主，以美国主兼对比这个法国，那旧制度大革命呢，主要是研究法国的历史，特别是研究大革命怎么发生的，大革命怎么发生的，这是就研究侧重点不一样。他的思想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我们可以在旧制度大革命当中看到他在当年论美国民主当中强调的很多东西，比如是现在宗教的重要性啊等等，其实都体现在这个他的文本当中，都体现在文本当中。我看接下来的问题，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阿兰德是自由主义。当然他的一些主张被保守主义者支持，或者说他的一些主张是跟保守主义没有区别的，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上，在和对这个政府的这个看法上没有根本区别。他比如他也主张这个自由市场，他也主张这个有限政府或者小的政府，反对福利国家，在这些主张上他跟保守主义者是一致的，所以一些保守主义者也推崇他的著作。但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大部分的保守主义者不认为他的这主张是保守主义的，因为他是反对宗教，主张无神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区别，可以说是。而且在一些比如像同性婚姻啊什么这个堕胎问题上，他都跟自由主义的主张是一样的。
这个问的是这个拉塞尔克克曾经提出这个保守主义，说它不是一套意识形态教条，而是一种情感体系，该怎么认识这种观点。我觉得克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其实反对任何的意识形态，他觉得意识形态这个东西，就是说就像刚才我讲的这个贴标签一样，就是我们很容易把它当成一些，就是说把它简单化，简单的认为符合这几条的就是保守主义，不符合就不是。其实保守主义呢，就很多人认为保守主义很难定义，原因就在这里，它其实是一系列一套这种复杂的理念，而且再加上这种时间理性，再加上这种审慎的判断，它是这结合在一起，你可以说它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它不是几个简单的教条，比如说满足这几条就是，是吧？所以就很多一些保守主义者，他比如说在这个自由市场的问题上，他就认为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原则，有些情况下政府干预是必要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并不是说支持，大体上支持自由市场，就是市场就不应该受到任何的制约，不应当受到任何的约束，不应当受到任何的干预，这个是错误的。他认为这样的一些看法，那么就是一些教条，在一些自由主义者看来呢，就是既然自由市场的话，就是政府的管制越少越好，就应该取消它所有的管制，是吧？那保守主义者不是有这样的一种看法，而且保守主义者在很多情况下他要审时度势，还要看这个局势，或者说民情的这种发展，这种状况，什么样的对策，是吧？比如在什么情况下他们可能支持殖民主义，在什么情况下他们可能反对等等。我觉得他们有一套这种从时间理性出发，或者说根据具体的情形来做出判断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所以它不是一种教条，它反对把保守主义看成是一种教条，就是简单化的几个主张，是吧？而是认为它是一种，它跟人的内在的这种认知，跟人的这种心灵秩序，跟人的这种信仰观念等等都有关系，是这样的一套一整套的东西，可以说它才是一种保守主义主张，一种保守主义，不是几个简单化的教条，大致就这么简单说来，这个要说的细致的话就话长了，不注意了。在我看来，但基本上啊，这个他有的主张可能也跟保守主义一致，基本上他，我认为秦老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比我在一些问题上跟秦老师有过一些分歧，有一些交流，比如在这个福利国家的问题上，是吧？秦辉老师认为一说要自由，一说要福利，我的主张就是坚决反对要福利，是吧？也自由，福利不过是一个自由的结果，有了自由就有福利，而不是这要福利的话就会造就一个大的政府，就会助长政，就会这个放纵政府的干预，就会允许政府干预私有产权等等。我和秦辉老师是有分歧的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应当把他视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现代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现象，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英国脱欧还有这个特朗普当选都可以说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回归。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是说他们厌倦了这种自由主义，认为这个但特别是现代自由主义啊，因为认为现代自由主义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在英国脱欧问题上，英国之所以要脱离欧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欧盟越来越中央集权化，越来越官僚化，就很多的决定都怎么着都出自这个布鲁塞尔，出自这个欧盟的这些官员们，方的差别。其实欧洲各个国家之间有相当大的这种差别。那么这种欧盟的这个政策或者说它的导向带来了很多问题，
带来很多问题，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问题上，你比如说在这移民问题上，是吧？现在英国，当然也包括德国，现在的法中东的移民去那里，然后这给当地居民带来一些问题，他们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困扰。像伦敦市长就是一个穆斯林，现在。那么他们就开始反思这样的问题，就是在多大程度上他们应该怎么说，应该待在欧盟，还是应该跟欧盟保持距离，应该脱离，应该坚守英国自己的一些东西，应该坚守英国自己的一些传统，自己的一些认同文化的理念等等等等。但是在这么多年来，特别二战之后，这种现代自由主义的这种思潮下呢，你似乎如果不接纳移民的话，那你就是反潮流的，是吧？如果你不提供力的话，不推行什么经济的平等的话，那么你就是跟怎么说呢，跟主流不一致的，或者说跟国际潮流不一致的。那么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英国人认识到了这个欧盟的问题所在，所以可以说是一个保守主义的一个回归，保守主义的回归。当然这里面也涉及到这个民族主义的问题，这保守主义者很多支持一种自由的民族主义，而且是必要的，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呢，必须要保持这个民族国家，就不能放弃它的认同，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那么特朗普当选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保守主义的一个回归，保守主义的一个回归，因为同样可以说原因跟我刚才讲的这个英国脱离欧盟很类似，因为美国过去这些年你受这个现代自由主义的影响，受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非常之大，是吧？特别是像同性婚姻啊，像这个堕胎问题上，特别像移民问题上，因为美国人已经无法容忍，无法在再坚持下去，无法接受这些东西，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反弹，特朗普这个做法，特别是比如说在移民问题上，为什么要反对移民？我觉得这个是错误的理解了他的主张，或者保守主义的主张。保守主义者，还有特朗普，他们都并不是无原则的原则性的反对移民，并不是，他们只是说要有序的进行移民。而不是说现在美国1100万非法移民，这是在任何国家都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人好像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去移民像这个1100万非法移民到中国试试，甚至更多，是吧？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给美国人这个治安呢、什么各方面都带来很大的困扰，所以他们主张要这个有序的进行移民。其实我觉得都不应该说是限制移民，而是要合法的准许移民，因为你不能非法待在美国，对不对？你不能破坏法治啊！你说我因为弄去生活，我就可以通过破坏法治的方式，这绝对是错误的，绝对是错误的。是吧？而且呢，这是就美国人在移民问题上现在变得比较谨慎，也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就这样这个，因为大量的人到没有认同美国的这个精神，美国的这个文化传统，特别犹太基督教文化传统，那对于美国将来的这个秩序来说，对于美国将来的这个维系这个共同体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强调这个移民要合法的移民，要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减缓这个移民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种这个政策选择。你很难想象，如果我们现在突然移民到美国5亿中国人，或者5亿任何其他的人，那会颠覆性的改变美国的文化、美国的传统。美国还是美国吗？如果那样的话，假如有5亿、有10亿、有这个更多的这个是吧？中国人一下子移民到美国，你很难想象美国还它变成中国，它不再是美国，是吧？所以它为什么要去的？
渐进的这种移民，并且要强调这个同化规划的这种重要性，我觉得是毫无疑问的。这对维系这个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来讲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一个这种政治共同体其实都依赖这些东西，没有它的话，你就会不复存在。主义和保守主义，这问题太泛了。其实中国保守主义，保守主义非常的力量非常的小，非常的弱。只有保守主义，说比如像有名的这个刘俊宁老师、冯克利老师啊，他们就是保守主义的这个主张。中国大部分自由主义者都是现代自由主义者，甚至都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者，都是现代自由主义者，都基本上是支持这个国家干预啊、福利国家呀、啊、大政府啊、自由堕胎呀、啊、这个同性婚姻啊等等。中国的这个自由主义者绝大部分都是左翼自由主义者，都是现代自由主义者，这一点基本上是毫无疑问的。保守主义在中国还是一个比较新生的事物，可以说相对来说了解保守主义的人还非常少，著作也都是自由主义的，甚至现代自由主义的，现在开始逐步的有保守主义的著作，但整体上来说是非常非常少的。其法律传统非正式权威都是在什么位置，各占多大比例才算是良好社会？哇，这个问题不应该这么问啊，这个有点，这不是数学，这不是算术，是吧？我们能算出来这个法律在一个社会当中占的比例，其他的社会规范什么道德传统啊、这非正式权威啊占的比例，这个没有办法这么计算的。我觉得我只可以讨论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没有不可能说。这个社会当中法律应该占50%是吧，道德30%什么等等，这个是一个社会公正思维方式。社会问题远比这个要复杂的多，而且可能要根据某一个时代某一个社会的具体的情形来决定。其实这个不是一个选择的产物，这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产物。如果你不比如说你不把所有的传统都废除的话，那有一些传统自然而然就会存在这个社会里。如果你不把所习俗都被废除的话，那有很多的习俗都会存在一个社会当中。它其实就是像一个大树一样，它是慢慢的有机成长。但是这个树上有多少枝叶是叶子是这种样子的，不是那种样子的，这个东西完全它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它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我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比例的，没有办法知道。